苏苏大人如此谨慎，信任佩服。罢了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当铺的？苏苏大人，上至朝中官员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四处都有我们的眼线，找到您自然是不难。虽然费点人力，但也挺方便的。啊，对了，今日找你前来。 我是想让你帮我打探一下天石国女皇雕像的位置。大人，您是想？我摧毁女皇雕像，这对于天石国百姓的打击不言而喻。到时候，我们流金国自然可以。流金国自然可以帮天石国重塑女皇雕像。 这样也重铸两国友好。